안녕, 我是 Mira。 今天我出了成日街，跟住出门口之前我是冇食嘢，所以呢个系我的第一餐。我买了我唔中意食嘅苹果批。我超级耐冇食麦当劳啦，我屋企隔篱行五分钟就有一间麦当劳，但系唔知点解我屋企系外卖唔到麦当劳咯。外卖 app 上面打我的地址出嚟，跟住系话唔配送嘅。可以冇茄汁，但唔可以冇甜酸醬。幾多錢都要加，就算10蚊我都會加佢。今日真係好攰。好，我決定咧，而家邊食邊同大家分享一下我今日嘅經歷。凍曬。呢個包咧，我見到係麥當勞啱啱新出嘅 Honey Cream Cheese 上海 Burger。個賣相咧，睇落去有少少似麥香雞包。是辣的，果然韩国人很喜欢吃啲辣的包。Cream cheese 再加蜜糖，很好吃呢。不觉得佢块鸡要辣，因为如果不辣的话咧，应该会有啲流。好，咁今日发生咗啲咩事呢？首先，因为不嬲我出街嘅话咧，我中意将好多行程都塞晒喺同一日，就系、是、因为我懒，我唔想我化咗之后净系去得一个地方，好似有少少浪费咗个妆咁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就安排咗好多个行程。咁我今日嘅行程本身就系去银行先啦，因为韩国银行下昼嘅4点就闩门噶啦，所以如果你唔早啲去，你处理嘅嘢时间太长嘅话，你可能就会影响到职员收工啦。咁啊，无谓带俾人哋咁多麻烦咯，所以就尽量早啲去啦。然之后就谂住去电话公司，就再去整车位。地方去保领我的车牌，因为我之前唔见咗银包，成个银包唔见咗，然之后所有嘅证件都唔见晒，咁所以我全部嘅证件、全部嘅银行卡都要保领，谂住一次过去 KO 晒啦。咁所以咧，首先就去咗两间银行，咁两间银行咧都系非常之快速咁样就搞掂我要做嘅嘢，咁所以冇问题啦。咁但系问题咧就棘喺中间嗰度啦。咁喺韩国系有三大嘅通讯公司。SK、KT 同埋 LG， 咁我而家咧就用紧 SK 嘅，我之前系用 KT 嘅，用 KT 嘅时候完全冇问题，非常之快。但系因为换咗约，我就想试下转唔同嘅公司，所以我就签咗 SK。但系咧点知一转咗之后咧，个网系极度慢咯。本身 KT 我用500 Mbps， 转咗 SK 之后我用1 GB， 即系一讲到韩国就系网速快呢样嘢出名啦。但我屋企嘅网速系真系慢到喊出嚟，1 GB 嘅速度竟然系慢过500好多倍咯。然之后我容忍咗呢样嘢半年。因为我剪片出片，其实所有嘢都系同呢一个上网速度系有关噶嘛，咁我系再容忍唔到咯，因为本身我可能要5分钟处理到嘅嘢，但系佢而家系变咗1个钟或者2个钟啦，非常影响我嘅效率，系将我好多嘢都耽误咗，所以我就觉得真系唔得啦，要换啦。头先其实我系同潘东一齐去，因为潘东本身用 KT 啦，咁但系佢知道我呢个情况之后，佢就话可以同我换，因为佢本身中意 SK 多啲，同埋佢以前都用过 SK 嘅。韩国嘅上网、电视同埋手机咧，如果你用同一个通讯公司嘅话咧，咁佢就可以再平啲，再有好多 discount 咁样，咁所以大部分嘅人咧都系将佢哋绑埋一齐嘅，咁我同佢都系啦。所以今日咧，我哋就谂住去交换，因为反正价钱啊，我哋嘅合约嗰啲期间都系差唔多。点知我哋去到电信公司嘅时候，跟住职员话原来咧而家系唔可以咁样改名嘅。咁呢条法例就系2018年开始变咗啦，因为实在发生太多骗案，总之系一啲有关犯罪嘅东西啦，咁所以就改咗法例。咁而家就只限于家人之间先可以转换嗰个名啊，系冇血缘关系嘅话系唔转得嘅。咁所以最终我哋系交换唔到。但是因为韩国的法例呢是签上网的约的时候一定要签3年的，我用了半年，我真的还有2年半，加上我电话，我本身的 plan 加上大概是10万won，10万won如果要再用多30个月的话呢，即是我还要花300万won，但是用这个非常之龟速的速度，但是我问了我的违约金就是加上电话大概是40几万左右，所以呢我最后是决定俾个违约金出去嘅，虽然一开始会觉得啊，又要无啦啦俾几千银出嚟，但系后来谂深一层，如果用呢嚿钱可以换取到一个速度、一个效率嘅话，其实我呢嚿钱我愿意俾嘅，咁所以最后咧解咗我本身 SK 个约，然之后我就重新签咗 KT， 咁所以而家我系
再次回來 KT 啦。其實我一路都幾中意 KT 啦，因為我由一開始嚟韓國嘅時候就用 KT。咁同埋丹娜同我講過，因為佢本身係做演藝行業噶嘛，所以佢知道好多啦。佢就話，譬如一啲演唱會或者宣傳活動，總之係好大嘅舞台，需要好多呢啲無線嘅發射器嘅時候咧，基本上都係用 KT， 因為 KT 係最穩陣嘅網絡公司。咁同埋韓國咧係有5000多万人啦，基本上有一半以上嘅人都係用緊 KT 嘅。咁但係對我嚟講，嘅 KT 有唯一嘅唔好就係佢係上唔到蘋果檔。我唔知道外國其他網有冇啦，但係某啲香港嘅網站係喺韓國係睇唔到嘅。咁呢方面咧就係佢嘅缺點。咁但係對我嚟講，目前我係需要上網速度快嘅公司。咁因為我屋企裏面係收到出面街嘅 WiFi， 所以我連出面 WiFi 咧就可以睇到蘋果檔，所以都唔係一個大問題。咁但係因為重新去整上網嘅呢樣嘢啦，跟住就搞到我啲時間遲咗，去申請保領車牌係要6点前去嘅，搞完個電話已經係7点几啦，咁所以今日咧就去唔到整車牌啦。然後我覺得其實今日非常之心累，所以我而家先食麥當勞。但係總算解決咗一件事，都好嘅。真真。這個就是剛才去 KT 做新加會員的時候他送的一個禮盒。什麼來的？ Cleansing Bar， 沒錯，是番鹼。然後這個是牙膏，牙膏這個是 shampoo 和護髮，送一些挺實用的東西。好，現在呢就要將我所有的和我舊友電話連結了的一些 App，即總之我的個人資料要改一改。剛才剛改好資料的銀行又要重新再去啦，不過不知道上網做不做多陣，看看銀行的 App 可不可以額外買啊，然後平時網購啊，政府的資料啊，跟住啊我房東啦，我要交租啦陣間，跟住地產啦，哇啊，因為剛才我的情況是直情不可以攜號去轉台，所以呢我就直接是換了一個新的電話 number。 因為之前我報過警啦，因為警署應該只有我舊友的電話，這件事有一點長，我覺得另外可以跟大家說，但總之就是呢捉到個犯，但是現在就要等個檢控官要 charge 他有罪啦。檢控官是可能會打給我啦，不是 100% 肯定，但是如果我轉了電話之後可能他找不到我，所以我不是主動跟警察說我的電話 number 改了呢。啊，好煩啊，改電話 number 真的。所以你說只是改一個電話 number， 但就會影響很多東西。我現在要 drop 低究竟我要改些什麼。韓國呢，你去做 internet banking 的時候呢，就有張這些保安卡。這裡呢是會這樣有一堆數字的。咁你每次去做一啲動作嘅時候咧，咁你就要需要輸入佢呢啲保安密碼。其實我都覺得幾好，搞搞下已經係1点几，大致上搞掂曬。但係唯一有個都頗重要嘅問題就係我嘅 Kakao Talk， 雖然我改咗電話，但係唔知點解佢唔俾我本人認證。韓國真係所有嘢都要諗到本人認證呢樣嘢。有好有唔好啦，首先係幾安全嘅，但係唔好嘅地方就係你可能之前唔覺意整錯咗啲乜嘢。係啦，其實我都唔知道我之前整錯咗啲乜嘢。就聽日咧就應該要喺辦公時間打電話，然之後再會去整埋車牌。네감사합니다그럼완전히확인하시고요이거안내면한번더읽어보시면돼요네아원래선택안했으면이렇게안나오는거예요1년이없어요아감사합니다好了，没来了，之前我就喺度考到我个车牌，好怀念啊，已经两年前嘅事，2018年3月嘅事。虽然两年前考到车牌，但我揸车经验仲未超过10次。超神奇咯！原來韓國車牌可以咁樣出埋英文。啱啱睇咗咧，原來話而家韓國咧，有某啲國家係可以就咁拎住韓國車牌就可以去揸車啦。所以某程度上佢呢個英文版都係算係國際車牌，但係就唔係全部國家都係啦，有啲都要申請，有啲都係要特登申請翻國際車牌嘅。
好笑啊！嗱，呢一段系会放喺我个 vlog 度噶。我以为系全生嘅添。蜜蜂，但是第二个就叫小 BB 小蜜蜂 ，BB 长大就变小了，还是小黄蜂跟大黄蜂？蜜蜂跟黄蜂有什么差别啊？大黄蜂比较厉害吧，不同种类的，优等就是很优秀，这是最高的。没有，最高最高可能是什么顶级？顶级蜂蜜，直接不要 BB， 我觉得就是那个训练兵，因为韩国是训练兵。然后一等二等这样子上吗？可以训练兵，训练蜂，预备蜂，野比滚，他训练比较可爱哦。放领蜂哦，训练一等特级，耶！你在拍照吗？等下我素颜哎，拜托。素颜啊！哦，一开 filter 嘛好。明天是佛诞哦。哦对。哟，佛诞拍了。你们下班了吗？